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周天成两局之后战胜王子威，晋级16强。首局开始，双方比分7平后，周天成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双方各得10分，让周天成以21-18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周天成一路领先，打了一波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周天成更是直接打了一波10-6，也是1-12拿下比赛。